8072，你出来。丹文，你也很后悔吧？而你对那些死者跟伤者，你也是很抱歉的。应该直接判我死刑。你跟阿星玩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漫画小说啊，别再玩了吧。这也不敢，那也不敢。那看你要不要赌啊？你把我打伤，就不用出国。大家都是想赶快找答案，赶快下定论。然后嘞，找他看看，看最后是他罩你，还是我叫他弄你？你跟那些懒人一模一样。确定可以碰面哦？那你可以再脱下来给我看一下。凭什么都是我们的问题？凭什么我要这样被糟蹋？最好明天哦，就被哪个神经病一刀砍死。这个世界都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你只要愿意道歉，所有事情我们都可以解决。伤没有偿命，道歉就没事了。他害你害得不够吗？害我害得不够吗？我现在看你还有在管法律吗？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变成阿修罗，但至少现在，我们都还可以选择。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做的话，是不是也会很不一样？